先去把那个蜡笔，三位小朋友去把那些收好。我要你的脚坐在上面啊。吴彦婷，吴彦婷，去把那个收一收。好了，现在大人在讲话喽，就是说现在要开始收蜡笔喽。蜡笔刚刚谁有画的？吴彦婷。小怪兽要去罚站喽。妈妈说什么？对，妈妈说什么？我看谁刚刚有画蜡笔的哦。你去收好。要收在哪里嘞？我把他那个带来给你。哦耶。小乖，哦，要放满，对。小乖要放满哦。那下次我们，哇，什么掉出来了？因为它这样反。是啊，这怎么又掉出来了？这样子是在做什么呢？要收起来，那我们哇又掉出来，你再这样子收不完呐、啊，收一个掉两个。哇，好了，你要玩，现在可以玩了。小乖，这里还有一只掉出来了。我们收起来，我们改天就可以一起再画画，好吗？哇！哎，一人一个披风，一人一个超人披风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哇，这是海绵宝宝。哇哇哇哇！怎么你们两个都用这样啊？呵呵呵。哇，怎么变两半？哇！撕破，等一下自己剪干净哦。谁撕破的要自己剪干净哦。我没有。哦，有谁撕破？我看到有人在撕哦。啊，等一下没有剪干净又要去罚站了哦。哎，彩色笔还没收好，彩色笔还没收好。我没有吃。彩色笔。这个是小乖丢出来的。小乖，我找不到粉红色了，你的粉红色在哪里？在这边哦，那你可以帮我放回去吗？盖起来，你帮我盖起来。哦，很棒，好，那可以去玩了。哇塞！哇，怎么好像放风筝哦？哇，你的超人！哇！哇！哇！哦耶！放我的那个抽屉。怎么这么好玩呀、欸？哎，哇！你留多少？我拿一万五给你啊。一万五哦。哦。哇！踩到了，滑倒了。